车平安号。健康列车啊，没有没有，就是以前的地铁大战。哎，没错，我们今天拍的第一个单元是女生，女生很简单，这条呢叫做板南线。板南线，中间大家女生都没抢奖金，对不对？哇，哦，机会来了，机会来了。对，最近你看出专辑之后，你看气势如虹嘛。专装版面啊，卡七，而且喜爱自拍。卡七，你还没表现哦，对，这两个那够呛啊，蔡小姐，你要不过来？要，你也要奋战。三个女生了，对不对？很多人举手嘞，踊跃嘞，恭喜！我刚才没有抢，其实在我们节目也很厉害啊。上次有何美，何美可以，这样几个人？五位，我们奖金是按照人数哦。如果两个参加，最高是两千，三个参加三千，那多少？还有谁？还有谁？我这个很弱，哎呀，没关系啦，一比就知道了。好久没来了，刚刚有说过嘛，人多就是钱就增加。我但是没有哦，前提之下，你不要一个掉，两个掉，三个掉，每个都掉。我们不是比，我常常讲不是比烂的。如果好看，我们这个加码，今天加码人是我，是就加的多了。好。哎，就这样六个嘛，六个人如果精彩度好的话，是多少奖金？起码要五千了。五千，你看一个掉，两个掉，最后两三千块，对吗？对不对？那女生今天不是光拿奖金啊？哦，那还有什么？还有礼物的，开什么玩笑？还有礼物，是梅凤姐带来的。凤姐带礼物，亲生苹果，对不对？哇！到现在才想起，最喜欢吃苹果。我跟你讲，那个亲生的朋友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我们没办法去日本。对对对。可是我们在台湾一样可以吃到好吃的。真的吗？有人接待来吗？这个，我听他们讲，为什么要这样横切，像那个bagel的，为什么？真的，因为啊，你要这样切也不容易。最主要就是你这样切，你那个我们希望连那个苹果的皮一起吃。那你们这样直接。分享一下，分享一下呗。现在可以吃哦。对啊。姐，那个黄色的跟红色的，它在哪边啊？好甜啊！黄色呢叫金星苹果，它有香气，像牛奶一样的香气。然后呢，它中间都是会有一个星星，你看金星。对对对对。然后有些呢，这是有蜜。哦。很好吃呀。这个就比较香，牛奶的。那这个呢是蜜，然后都是那个亮亮都是蜜。对。透明这个就是蜜，因为这样切比较好吃的道具。平平安安哦，对啊，好吃吗？好吃，真的好吃，是这个。所以呢，女生第一名啊，除了现在不是暂定五千块奖金，还有这一笼呢。哎呦，哇，这一栏，这一栏，对，哇塞，那第二名呢？我们要奖励一下。第二名怎么样？没有奖金，但是有一盒，还是有苹果。苹果，拿中间。我们谢谢亲生苹果了。谢谢亲生苹果。谢谢。好，坐坐各位。好，你们上台。谢谢。等一下，放这，我看啊。六位艺人朋友有没有准备好一起搭乘健康列车平安号呢？女生是第一位，蔡小姐。加油！你要树立好榜样，因为中间落下来奖金可能会减哦。啊，加油！加油！耶！那个踩到鞭炮就可以了啊！好，要把它抓下来哦，要把它抓下来。好了，比赛开始了，第一棒蔡小姐出，他现在在板南线上面，节奏很重要，加油，加油，不要再往前喽！剩三个，剩三个，加油！我要走得完，走得完，节奏。好，哎，快到站了。需要臂力，可以，很强，哇，很强哎！为什么安排你第一棒？如果你没过，我把奖金一减，大家就骂你。好险你过了，对呀。刚刚我在上面的时候，瓜哥那句话很重要，而且就算没有得到奖金，我也要得到苹果。你的意思是你在第二名以上就对了，没关系，我至少树立了。没有掉下来的，真的真的，这六个，这六个为什么重要？每一个都过了，那你的冠军一定是六千块。对，哦，这样啊，你如果掉一个就减一千，掉两个减两千，压力好大，这样很公平嘛？可以哦，对啊，你六个都过了，有第一名六千是大家累积出来的，对对对，啊，你如果中间掉三个，你冠军只有三千，很精彩，这样精彩，每一个都有压力，就三个过关，第一名还有奖，第二名还有苹果，这是什么比赛啊？好，我们来问一下他的秒数啊，秒数，秒数，16秒56，有，是。强，加油！
我拍第一方这样对不对？可以可以。摸爪头嘛。来来来，抱来。爱自拍，爱自拍。不是，你要不要戴手套？哎，卡基卡基，你要不要戴手套？不用不用，还是不会，这样60块就好。你在紧张什么啦？哎，我没有玩过，然后真的蛮紧张的。你没玩过？有一点久没有。可能要减到5000的了，因为。加油，加油，至少完成它。加油。张文琪，卡基卡基，文琪，开文琪。好，张文琪出发了。好，反弹线。真的非常感谢张文琪。哎呀，前面浪费掉了啦。但是你不错啦，你走，你剩最后一格哎。对呀，怎么会这样子？你就为什么这样子？你就是在前面来来回回啊。对啊。来6000，现在剩5000了。好，掉一个，第三棒请就位。好，小云，好，杀手，杀手。加油。这是杀手。杀手还戴手套吗？最后演，最后演的。真的，演技派。再来。我臂力真的不好，而且我戴手套，因为我手很会出汗，我里面已经汗了。这种效果，这种效果我做不到。你们刚刚说大过年不能骂人，你们在骂我。真的，我们在骂你。再把麦克风收起来。预备，林小鱼来哦。我这个姿势，我这个姿势，姿势很好。上起来，上起来，速度，速度。上起来，上起来哟，往前，往前。可以。这个第三碗跟第四碗距离，脚有在踢，他的脚有在踢踢踢哦，踢踢踢的话表示真的好像比较美丽。加油！这个是真的摔啊，真的摔，还想滑掉吗？滑，手套滑掉了。手真的很湿，你啊！不要葛瓜啦，手腕很湿。我知道了，就葛瓜哥啦。我还是真心的感谢了哈，谢谢。真心在骂我呢？啊，没有没有，我是说我没有骂你，我说你要努力，要戴手套。对对对，要安全。各位4000哦，掉了两个，掉了两个。不要，不要这样子。因为掉到最后第一个就第一名1000了，蔡小姐第一名还可以拿苹果，那就没有人，其他一人分一颗了。不行啦，哎，剩4000喽。哎，真的，你真的掉两个啦，我刚刚讲了，掉两个了。下一位谁？方琦再掉就3000了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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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方琦，来吧，应该可以。方琦，速度来了，速度来了。见你是不是在偷练？没有，真的会演的是他，他把奖金守住了。我在网络上看到，听说有人在捷运站，他都不站在捷运，他就直接。捷运站那个就是我车厢的表演。好厉害呀，好厉害！厉害的你妈妈已经以你为荣了。哦，厉害厉害！跟妈妈说一下，哎。妈，我尽力了，现在你有看到？我真的很紧张，因为刚刚前面都觉得好像很难，然后看到我在下面，觉得天哪，我会不会过关？会。现在还是保住4000啊！哦，而且速度很快哦，可能第一名，可能第一名，哎，还没有没有秒数，刚刚第一个秒数多少？16秒，16秒，这个应该我看，应该对，10秒内哦，10秒以内，对，10秒58，9秒，9秒77，9秒77，哇，好强啊！何美哦，不容小觑，高手高手。何美也不戴，也不戴手套。戴好了。OK， 好。预备。注意安全。好，冲了啊！哎哎，这个动作比较久哦。手就有了。放手就往前走，对。好好好，基本上现在还有机会第二名。哎，对，我第一名是没有，但是 OK 了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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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守住奖金吧。加油！可以。可以，加油，守住。何美有钱了。哇，你这个好紧张哦！哎，我很开心，我完成了，完成了，完成了。
手术四千，但他成绩如何呢？对啊，你应该是帮他手术四千吧。啊，没有，十八秒太长了。13:23，我就比小杰快。13:66，17:53。哇，比小杰，但是你很厉害的。那最起码他尽他的本分帮你守住奖金了。所以你们刚刚第一名如果真的感动，他们帮你守住奖金，你应该把苹果分一颗给人。可以。对啊，大家分享嘛，哎呦，赖慧茹，哎呦，迫不及待，迫不及待，他是最后一棒，对不对？对。4000块看谁得主了，预备。阿东加油！4000块到底是方琦还是赖慧茹？赖慧茹，球啊！哎呦，很快哦！哇，他那个球秒的有没有机会被你打破？应该冠军的吧？到底是方？没有，有人说我有中间有慢掉，我中间有慢掉一秒，9秒多了，9秒77，哇，这很接近，9秒77，很接近，好紧张啊！8秒，你我猜8秒多，8秒57，9秒66，啊，也是冠军啊！哎呀，几乎一样啊，也是冠军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中间慢掉了，我好像怕我输掉了。那你节奏很好，而且后面赶回来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不算这个跟这个，可能就是哇，对，真的好，两个我们要颁奖喽，来收起来，快点，颁奖给你，谢谢，恭喜你了，对，先买。分享给谁的？来，第二名啊，也很厉害。第二名也有，我不是没血没泪的呢。哎呦，因为差0.1而已嘛。对，这个应该输掉。哎呦，一，来恭喜！还以为要输几道呢。第一名是第二名先，对了对了，有什么不对呢？第二名是没奖金的，合理合理啊。苹果来，苹果，谢谢。哎呀，平平安安，哎，平平安安。好，现在进行男生机械版。今天有宜兰抢孤冠军尤一修，上届冠军的朋友陈大佑，纪录保持者二虎，速速比有美猴王简子维，还有第一次来挑战的极限体能王刘波雅。艺人们当然要挑出最强的郭忠佑、柯宇森、于思达来挑战。这八位极限挑战者个个都有冠军实力，第一关初赛是要如何比赛呢？瓜哥让他们以抽签颜色对应方式两两对抗，精彩的极限版地铁大赛现在登场。签是什么东西？哦，颜色对颜色。哦，好，颜色对颜色，颜色。好，绿黄紫粉红，绿对绿，红红对红嘛。对，抽到两个就对战了。好，那我觉得应该谁来抽的呢？中佑，你先抽，不要公平，不要看，不要看，先抽。中佑是什么颜色？粉红色，粉红色。贺以轩。一切都建议天敌出现哦，一切都是情节天敌啊，这个绝对怎么办？一切都是命运终究已注定。喂，可以了。哇塞，这两个太精彩了吧！来，好准哦，帅哥帅哥。好，49黄色。猛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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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周宇。二胡。啊，没有对上，于思达。于思达。好像左粉蓝色。哦，绿色，对到了，对到了。对上哇，有的拼哦！猛男对愚公，来，愚公不愚的，好，紫色出现，你看这样，你看这样，你修船呐，你修船呐，心都垫脚尖了，哇，让一杯这样垫脚呢，你修啊，你修了，你修了，哎呦，黄色，可以对，49。这个也精彩，为什么？饮料店本来就是冠军，他拍的朋友应该也不弱，对，也不弱，但是他也很厉害。最后一次哦，好，最后一次筹码的极限王，体能王了，来了，啊，不就是紫色啊？配对吗？配对成功，这个好看哦，抢猪，哎，这全部抽签的，冠军的。
一对一都是很精彩的哦。好，然后怎么对战？没有，刚刚抽完第一组就第一组了。哦，配对先配的第一组，顺序比赛配完第一组的先第一组，第二组的就第二个，再是绿色，总共四组八位嘛。好，对决从这边出发，两边哦，各爬到中间抢到鞭炮就赢。哦，那四组比完会有四个冠军呢？对，那你会有秒数啊，比如第一组叭叭叭郭宗佑赢的话。或者是柯宇轩赢，他总有秒数啊，秒数，比如说11秒68，哎哎，那第二组的赢的可能10秒73，哦，都记秒数，对，那四组获胜的秒数一定有四个秒数，前四名，淘汰第四，哦，所以四个冠军还要再选前三个，哦，所以赢不一定赢哎，对，第二轮三组追逐赛，四个。四个选三个，三个先休息一下，就精彩的表演。冠军多少？冠军多少？哦，好，我已经筹划很久。各位观众，准备了这个。2021最狂牛魔王，太凶了！现在黄金价格，一公斤你要买。大概要180到190，我花了1.5公斤，价值300多万啊！哇，对，看到没有？2021年最狂牛魔王，所以第一名呢要搬牛市，哇，纯金的，纯金的，很重要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，这个等要第一名的拿到的时候，一定要这样高举。我是牛魔王，对对对，一定要这样，是，这样子。另外讲，下面怎么有一个标签啊？599，你599百万吗？599，我跟你讲，你做事啊，你都已经前辈了，对不起，对什么不起？得心处。啊，不光了，不光了，大家都看到了啊。599，而且我也没有，是他们讲的。大哥不是我猜你台啊，是他们那边猜你台。你讲了老半天，什么一公斤，什么180、190，瞎讲而已嘛。对，没有，这个是一个心理。接下来不重要，最重要奖金嘛。对对对，比较实际。那不重要，拿这个奖来做什么？你还是讲奖金好了。奖金的话，我跟你讲，这么辛苦，这么辛苦，8000。8000。8000啊，对，没有，哎，没有第二名的嘛，所以8000，第二名3000，第二名3000，第三名就这一个，对对对，599，这个是第一名的，第一名的，你确定？第一名真的要？这个就像你前面女生有水果，这次有金牛，金牛，难道那个钱母真的是黄金吗？钱是钱的，钱是意义嘛。这样，好，那请问公牛钱母真的是黄金吗？自己拿599的出来，你们屁老半天，现在被拆穿了，店小东西给。我们明白，我就问你，公庙做的那钱母真的黄金吗？就是象征嘛，所以我嫌弃它摆在家里祈福嘛。而且是胡瓜做的。哦，加持过，加持过，是可以传家的。买的吧。自己都觉得荒唐。自己都觉得荒唐。他说可以传家。如果需要签名，我可以签哦。等一下，讲到哪里啊？第一名8000，第二名怎样啊？3000嘛。那第三名呢？第三名给1000，一试啊。1000啊，对不对？而且都是美凤姐来颁奖啊。做个老婆。进入比赛啊！进入比赛。来，第一组就位。哎，粉红色的，粉红色。紧张哦！因为郭宗佑以前吃软饭习惯了，现在碰到皮，不是皮嫩哎，皮嫩哎，皮嫩啊，皮嫩的不是吃软饭吗？他以前光皮对手都差他一截，现在你看第一棒就抽了他，紧张，预备，来哦！我跟你讲啊，不需要一环一环抓，你有能耐四个环、三环也可以，跳抓可以哦，但你抓快掉下来，你不负责任哦！预备，掉下来就重来哦，自己振作自己的实力。哎，别人掉下来你还继续，因为你计秒了哦。哎啊，那个人可以重来嘛哈？对，重来再可以。掉下来应该是可以重来，但一定来不及。来，预备，来哦，加油，紧张，比赛开始了。乱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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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好小哦。我跟你讲哦，哎，你刚刚不能等他哎。没有，没有等他。哎，你女生怎么有点乱呢？他节奏有一点，他刚抓绳子。对啊，他太乱了。他居然倒着抓哎，好厉害。哦，做捷运做到最后跟铁轨在跑步，全都很快了。多少秒？10秒63。哦，10秒63。恭喜郭忠佑先晋级，第二组请就位。哎，这组也很强了啊！对啊，加油！预备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于是他被告我们猛男二胡，双方都在抓节奏。伊斯达被影响，他转这个转运站就看到人家来了，他被人抓要很快。你是领先的，你先进转运站，但是我犯错，我到那边变成反手啊，太紧张了。梅凤姐看了感想怎么样？哦，我觉得真的是很强，不容易，对。但是呢，有一个重点就是那个出手，每个地方你去拿那个炮的时候，一定要算。因为有人想要走快嘛，对，可是那个距离拉大可能会松掉，对对。我在跟你聊天，他的气喘一直吹我，很累啦，累嘞，起码今天要气喘如牛啊啦，对啊，来来来，哎，几秒，5秒60，哎呀，危险哦，哎，差不多五秒啊，差五秒哦，所以观众观众腿嫩了嘛，来先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，第三组就好。我们是还不知道这个什么饮料店老板大佑，大佑，大佑，跟自己比赛哦，预备，好，加油，加油。直接抓第二环，大佑超快的，一定不可以进行，不要这么多，不要这么多，不要这么多，进了，好精彩，节奏很好，又快又顺又快，他的节奏。我现在对他要特别尊重啊！哦，饮料店的老板，饮料店老板，饮友大佑，你直接就叫大佑，不要再叫饮料店的老板。对呀，太强了。他跟那个长臂猿一样。对呀，真的。叔叔，他手真的够长了，输这么的一点点。这组是目前看起来最精彩。对，差在那几秒，9秒71。我跟你讲，我们真的寄望你跟郭忠佑拼一下。有了，应该会对战的。对，够顺，你也很精彩，谢谢，谢谢。哎，我给他们鼓励一下，兄弟。好，最后组来请就。来，这组也是大家期待的，一个抢姑的，抢姑大队。另外一个是我特别邀请来的，极限技能王。哎，精彩格七刀，预备。等一下哦，现在目前。最落后的是15秒多的，二虎落后。表示郭忠佑、大佑都晋级，现在看他跟二虎啊，所以有低过15秒才有可以晋级哦。预备，好，不仅仅要跟对手竞赛，也要跟。姓施，这个就是年轻人冲动，他不知道摇什么，他领先摇晃什么晃起来了。你有看过猴子会这样晃不？长臂猿，哎，猴子都这样晃吗？其实会，一直这样晃的，不会啊。他在玩的时候，你晃到他没办法控制，他已经没办法控制，没办法控制自己了。哎，但是点点加沙王，哎，他的后面稳稳的，稳稳的追，是越来越好了。几秒，10秒19。第三名，谢谢你啊！来来来来，三位晋级的，三位二虎啊，二虎那也本来是第一名，但是因为15秒，我刚刚说淘汰他，对，这样很厉害哦。刚刚我们的郭忠佑10秒63，还是第三，大佑9秒71，对，这位极限体能王刚刚只展现一半的实力，10秒19，非常接近。到底这个奖金落谁家不知道，知道，很精彩。待会儿进行追逐战，哇，这个要爆青筋了，对，爆青筋了。而且呢，获冠军的可以荣获金牛一只，金牛座，金牛，好想要哦，金
金牛讲座，苦瓜做的牛娃娃。另外，你有什么态度？来，8000块，哎，第二名3000块，第三名1000块，奖金差很多，大家人人有奖。是。